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看中國節目。我們今天請了康山夕陽和我們解讀一下習近平最近說了東升西降是什麼意思呢？其實東升西降這句話呢，就不是習近平發明的，毛澤東的年代已經有了。當年是怎麼說呢？東升西沉，不是東升西降。現在習近平只是毛澤東的後生兵在這裡說的，不過你表錯情，東升西沉不是代表共產黨升，關你什麼事啊？黐線！那些是講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的，包括文化、宗教，所有各方面道德要回歸上面。現在個聖經咪寫到嘅，世界被上帝嘅大敵所統治啊嘛，魔鬼統治啲世界。現在是天地改運，明唔明啊？要將魔鬼趕盡殺絕，回歸上面，由神統治呢個世界。所以佢哋個個好嘢當係自己嘅啦，係啊，係東升啊，東方升啊，神傳文化出現啊嘛，失傳咗7000年啊，重新喺世界出現，喺我哋香港，唔係中國大陸，明唔明啊？如果收拾呢個世界啲魔鬼，除咗我哋神傳文化之外，任何嘢都唔得。槍炮係打唔到嗰啲靈界戰爭嘅。西方世界點解對共產黨滲透全人類全世界冇佢負啊？美國爛曬㗎啦，心肝脾肺準備佢滲透曬㗎。佢所以佢唔打唔掂呢場仗，因為佢宗教都假嘅。聖經寫得好清楚，保羅改變咗宗教，勾咗全人類。我哋應該重新了解呢樣嘢。凡你講呢班天主教呢班殘廢老鬼啊，耶穌嚟咗佢唔認啊耶穌嘛，因為佢審判案下，佢梵蒂岡呢班唔係講而家個炸添啊，歷來啊係全人類性侵兒童嘅案件，喺上帝嘅審判案下邊堆積而曬。嗰啲一定要人類應該係清楚嘅。如果你當佢代入咗上帝個角色，當自己上帝，呃曬10多億基督徒，明唔明啊？所以你要俾啲基督徒清醒，如果唔係救唔到你嘅。個大劫啊，死嘅人好多。而家咪成日講咩氣候變化，上帝喺度清場啊，全人類全地球投胎嘅啲邪惡啊，一靈界戰爭。你嗰啲妖魔邪祟嗰啲你睇唔到嘅，不過實際存在，聖經都寫得好清楚嘅，佢係存在嘅，佢可以驅散你，可以陰你點你毒你，如果你係根本睇唔到，所以嗰啲要用翻上帝嘅方法先去解決佢。聖經咪寫得好清楚嘅，人類改變唔到呢個根治唔到呢個疾苦嘅，上帝王國先可以成功。所以而家啲搞啲乜垃圾咩？氣候變化峰會又乜乜協議嗰啲廢話嚟咁，你前共產黨停曬啲工廠噶啦，已經明唔明啊？佢而家個淨係嗰個瘟疫，出佢工廠停曬工噶，佢一樣係陰埋遮天蔽日。點解？你都唔係嗰啲廢氣氣車廢嗰啲講嗰啲廢話嚟，根本就唔係。風雷水火地震陰埋瘟疫係共產黨搞出嚟嘅，嗰啲毒。不上帝將佢個拳頭打佢塊面，將啲毒佢喺世界貨拱翻曬面佢，所以到而家為止都係噶。除咗中國大陸之外，所有地球啲國家加埋死嘅人喺啲瘟疫細菌嗰度，加埋都未夠大陸1/10。佢唔認嘅，佢唔認啫嘛，唔認代表唔係噶。嗰啲人哋美國通過各種方法啦，你燒咗幾多人？嗰啲火葬場，幾多電話嗰啲用戶突然間消失了幾多千萬，嗰啲數係邊嚟噶？嗰啲人就係喺呢個過程中死咗噶嘛，明唔明啊？咁佢講嗰個東升西沉係啱嘅，不過唔係共產黨升，係神傳文化重新出現，炎黃子孫升，剛剛相反，佢中國共產黨根本係魔教，佢嗰啲要消失嘅。上帝講啊，你咪會好嘢爛曬自己東方嘅喺你，你代表咩啊？佢咪成日講國家安全啊，個國家你嘅咩？
我有文章出咗噶，你都冇人敢發表啫嘛。中國共產黨統治神州大地，一個合法細胞都冇啊！你明啊？咩叫神州啊？神州神嘅地方嚟，上帝設計最完美嘅地方嚟。嗰啲炎黃子孫嘅國土嚟噶嘛？以前古代神州嘅係通過啲凡係統治者咧上面落嚟嘅，所以通過神天命神授咁嘅一種禪位制度接啲主持呢個皇位，或者我交俾你。好多種方法印證你係咪上面落嚟噶嘛？點解神傳文化你用啊？你用到咪係咯？你用唔到你咪唔係咯？好似我開個符，哦，啲火燒成個地球燒漲都得噶。嗰啲咪神傳文化打咩仗咧？打你個頭咧打，要浸你成個大陸31個省啫嘛，年年浸你27、28個噶啦。嗰啲咪神傳文化咯，好簡單啫嘛。你得唔得？俾埋你喺咁唱喺咁念，你唔冇效嘛，大佬，你都唔係上面啲人，嗰啲黎天上嘅權力，你共產黨有冇啊？冇啲魔鬼冇啊嘛，咁你話嗰個神都係你嘅，你講啊？咁文化上你已經唔係，明唔明啊？你唔係天命神授你嗰個權力，你就已經非法。好啦，講文化啦，神前文化。神州大地最原始上面傳來嘅，啲神用嘅，再折墮到撲街啦，到下院呢只垃圾出現啦，將神州變撚咗鬼役啦，都用奴才文化。到後期春秋戰國阿孔丘呢個垃圾就整理翻出嚟嗰套，已經好低好垃圾噶啦。中國人冇得翻身就因為用呢套文化，永遠你都做奴隸做得好爽嘅。佢嗰時係中國人唔識嗰套，唔識嗰食屎啦，唔食食屎食禾食草都啲食咗幾千年噶啦。你中意做奴隸咩？咁唔係中國人嘅心聲嚟，係你共產黨統治嗰扎垃圾嘅心聲嚟啫嘛。中國人點會唔中意民主自由啫？人類世界冇人唔中意嘅，係魔鬼唔中意啫嘛。啱啱文化你又唔係你嘅，你嗰啲咩文化？馬列文化嚟自蘇俄嘅，都唔係我哋神州大地嘅文化上已經有非法啦。你話邊個知？嚇人種啱啱啊？嗰地方你噶唔係噶嘛？神州神係炎黃子孫嘅地方嚟，你而家喺中國大陸特別北方嗰啲，全部蒙古雜種狗嚟。當年蒙古騎兵入侵中原啊，將所有男人、老嘅、嫩嘅。年青嘅全部殺曬，剩翻啲女人嚟打炮留種，俾啲軍佬剩翻曬你嗰啲咩？而家啲蒙古狗，大京嶺以南係水鄉，即係講我哋南方嗰啲人，嗰啲蜘蛛網啊，嗰啲河流啊，啲騎兵嚟到，你冇優勢啊！啊，你殺到嚟個將唔跳落海過，嗰啲水性好啊，有個對面你兜兜兜兜兜幾個月啦，以前冇橋噶嘛，大陸好少橋噶嘛，啊好。耕田種嗰啲泥地咧，一爛泥病咁，你啲騎兵一啲馬蹄一砸落去，啜啜啜啜啜啜，你又係快唔到，明唔明啊？南方佢可以生存留得翻呢啲人種嘅理由嘅，就係嗰個理由。到沿海一帶啦，哇！啲騎兵嚟到啦，佢排馬撚放船去咗啲島仔嗰度，你過到去咩？你過唔到啊！啲騎兵啊嘛，想南方就留得低嗰種。炎黃子孫喺度，特別我哋香港，以前廣東嗰帶都係噶，乜俾共產黨統治咗70年之後，嗰啲變曬垃圾，變種啊！知唔知啊？廣東點解係嗰啲所有嘢都要有根據噶嘛？廣東快音係九個快音，13579係陽數，陽數輕輕升上去嘅，2468係陰數、雙數、偶數，重咗向下沉。所以佢用而家你講嗰啲普通話咩話咩念咒同啲鬼溝通咯，包括而家講嗰個道教啲變種嘅嘢咧，唔係真嘢嚟。你話嗰啲有邊樣嘢係合法咧？你個政權廢人講廢話，我同你講，個天而家天地改劃就係已經俾魔鬼統治呢個世界幾千年，而家天地改劃個天出面將佢改翻。要回歸翻由個天統治呢個地方，呢個地球，
明天呢個嘅理由喺嗰度。在東方唔東方，所有中西語言都有講，特別西方好多語言噶。舊西語嚟自嗰種力量嚟自東方，唔係你西方。西方你根本唔存在嗰種文化，就係東升嘅理由喺嗰度嘛。因為神前文化重現於世，只有呢種文化可以將嗰啲魔鬼趕盡殺絕，全球清場。而家你睇到嗰啲都係噶，咩氣候變化嗰啲，風雷水火、地震都五行大法，你攞咩同佢打打得咩啫？好似而家啱啱成個半個中國咪俾沙塵暴冚曬啊！馬雅文明好咩噶？好厲害，佢哋冇當佢冇呢度啊！除咗神仙文化嗰啲，個神仲喺個地球好多傳落嚟咁，有啲搞到失傳咗啫嘛。馬雅文明有一個預言留低就末日三部曲，不過佢講嗰末日就係範圍大，其實可以由救世主本身就係種物主嚟，佢可以控制噶嘛嗰樣嘢，唔需要成個地球滅亡噶、毀滅噶，末日係局部性嚟解得掂咪得咯，明唔明啊？佢第一個歷史上最大嘅沙塵暴個事件出現，而家近到半個中國，夠唔夠大啊？17個省，嗰啲環保組織嘅叫做咩啊？標準啊！一個立方米嘅地方，佢而家嗰只 PM2.5係陰霾啊嘛，另外一種。而家啲沙塵暴咧就 PM10，佢一個立方米嘅地方，如果超過350毫克，就已經係空氣嚴重污染。而家你大陸嗰度點啊？最近最勁啊！最中心地方是一個立方米一萬微克，正常一般的7000、8000，我當你5000、6000好未啊？嚇！你唔好戴口罩啊，大佬！我叫共產黨，你啊有啲咩啦？有啲福利咧，每個國嗰啲白色派一兩個挖耳屎嗰啲，嗰啲耳挖住佢，唔係叫挖耳屎啊，挖鼻屎。你如果每一個立方米350已經係嚴重污染啊！你10000點呼吸啊？你話未知聽？咁你話夠唔夠嚴重啊？呢、這個算唔算歷史？你無論個範圍，無論嗰個污染度，你都係極之嚴重，歷史上未出現過啦啩？啊，三寶第一個，佢預言第二個係咩啊？紅色嘅死神降臨大地。咩叫紅色事實？天國憤國。即下一步跟住嚟講，全部着火，我哋就燒鬼曬。第三步係咩啊？消失啲大地，成個國家唔見咗啊！你知唔知啊？消失啲大地啊！即嚟緊係嘛？你指有啲地方係咪沉落去即係唔見咗啊？喺戈壁沙漠、大西北嗰邊啊！佢咪有個以前流難古國噶，係俾沙漠冚咗噶嘛？如果而家有幾多嘢啫？而家你最近嗰次個有個女人話出街買完送翻嚟，話啲行下一定要出去啦。佢翻嚟養啊，傷害養2-3斤泥塵落嚟，即係個天要冚你個成個大陸有容乜意都有乜難度咧？將成個冚咗佢，你係咪消失咗？變咗沙漠。另外一個咧，哇！見到都～你諗諗，想象一下，如果大陸嗰啲毒工廠以萬計，如果爆曬嗰啲毒工廠，會唔會核基地嗰啲會唔會受影響？一定會嘅啦。嗰地方仲邊度用得到住得人啊？污染啊嘛，喂唔係你死啊，成個地球都會受污染。從呢個過程，另外一個方法處理就係成個震佢落海底，有咁深有咁深。因為海嘅壓力，啲水壓好勁噶嘛，上唔翻嚟。咁而連架嗰個地方咪少咗個窿，你少個窿啫，咪太平洋，但係另外又隔翻嚿上嚟。人類係不可想象嘅嘢，喺上帝嚟講，即係仲好好啫，屙通尿咁大咁大件事嘅啫，有咩咁難？10幾年啦，我叫你肯撳翻啲出嚟，
中國大陸風雷水火地震陰霾瘟疫嗰七樣嘢，你哋冇人肯做啫嘛？我哋要俾世界睇到係咩事？聖經入啟示錄入邊寫，上帝發怒啊，發嬲啊，明唔明啊？掀開七個風印咪神羔羊，嗰七個風印咪風雷水火地震陰霾瘟疫。佢一發怒，掀一個有個有個天使倒一碗災難落嚟個大地啊嘛，唔係嗰樣嗰七樣嘢咯。風雷水火地震陰霾瘟疫，但你咁多嘅顛倒，三日你都讀唔完啦！嗰十幾年庚寅年到而家，天地改變唔係一日半日啊！個天做嘢同埋你世界啲世人諗嘅嘢係時空上唔同啊嘛！中文有一句説話叫做「科山東方七日，世上幾千年」，明唔明啊？有空間有一個。距離好大咁，上面可能黑黑眼瞓，你下邊幾百年，眨眨眼就幾百年。佢做緊嘢喺佢嚟講冇停過噶，乜你覺得好多好唔多就係你嘅事啫嘛。啲人同啲偽冇分別，因為上面一百年係人喺仙界嚟講根本都唔係一回事，當你一秒鐘。荣誉会员，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守护14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